小姐，请问一下，这附近有一个复健的医院叫恩。我恩什么？他叫什么？忘了，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恩。我忘了。恩城医院，对，小姐，启罗，你怎么啦？我刚在楼下看你一路上匆匆忙忙跑回家，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在公园里遇到一个人。谁呀？是我们学校一个风评不太好的人。是不是他对你做了什么事？他向我问路。不会就是问路嘛，干什么那么紧张呢？因为我不喜欢他。还好我到意大利的时候就先帮你买这个，要不然，这个就是你讲的那种手工面条，对不对？它是脱水的，好。哇，这个很猛，哼，很臭，你闻看。可是人家说越臭的越好吃。哎，我好像还有一瓶酒，在行李箱里面。什么感觉啊？就过弯的时候，好像整个人滑掉。其实我现在不太记得了。我说的是你的脚，真的没了。没办法，他们说如果不锯掉的话，连命都保不住。哎，你装那个什么脸啊？他们说很快会给我换一条新的。哼。哎，这瓶给你，然后这瓶我们现在偷保存掉。来，杯子来了。哎，您到了，到多久了？真到。来，现在真的可以喝吗？哎，可以啦，这又不是酒，这是意大利机油，好不好？你有看过哪辆摩托车不加机油的吗？好了，对不对，林？好了，随便你。哎，你来了，有人才知道该怎么笑。一大早就催我打电话告诉你怎么走，
你又没手机，找不到你，他就开始四处找我麻烦，跟我发脾气。哪有啊？哎，这医院不好找吧？对啊，你们两个没事为什么要住在这么难找的地方啊？好险，我画了张地图给我。地图？哎，后面有画哎，哇，好别致哦！你看你把人家画折成这样子，粗心的要命，跟他一样。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不用麻烦了。有空的时候记得再来陪我喝酒。那如果你有时间，要多休息啊。我会再来看你的。走。哎，林。有东西忘了给你。他就交给你了，你知道他停在哪里吧？你把机车送我。反正我用不到了。真的没有机会再看到你骑车了吗？至少我还活着啊！你好好照顾他，好不好？
喂，施老师，怎么一大早就开始运动了？你知不知道你刚刚时速多少？我没有注意。我注意到了，至少120。120哦，我怎么觉得只有40左右一样？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让我抓到。老师，你该不会是要为了我在学校里面装一个测速器吧？这样照片里面都会是我，会不好意思啊。嗯，待会见了。不用看了，你都跟我同一班，我怎么那么幸运啊？我才衰嘞！还我！怎么都没了？我吃完了。吃完干嘛还留着啊你？我不是这样用，你怎么会上当？幼稚！我说不要，你自己拿去丢了。喂！哎，下午林大人要来读篮球，3点。OK 啊，中分。老规矩64啊，这个6473好不好？喂，你有没有人性啊？为了油钱，没有。哎，你买车啊？这双腿似曾相识啊！陈琳，你说巧不巧，你们居然同班呢？有没有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条红线牵住你和我？陈琳，你干嘛不说话？嘿！哎，你最近寒假都在干嘛？哎，陈琳。哎 ，Hello。回来了。哎，我打给你，可是你都没有接电话。喂，你是怕你有什么病源？那边有位置，大爷。哎，那边就两个位置啊。我无所谓啊，敢不就刷这个位置吗你？谁理你啊？秦梅。喂，这跟学妹的发音还真没什么话好说。你现在还是新生啊，你就已经帮全班人做好身体检查了，你真是天赋异禀。给你一点心机，不要辜负你自己的天分，去培养一些人手。听起来不赖，你还真的呢。上课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开始点名了。范家祥，有。杨龙章，有。黄春红，有。刘焕章，有。李丽华，有。方怀如，有。陈义江，有。陈少华，有。蔡新颖，有。喂。陈文燕，有。杨红红，有。我跟你问，王若森，原来我们是同学校。张志奇，你叫什么名字？韩启罗。喂，韩启罗。有。韩启罗。徐国伦。刘延熙。怎么写？严玉珍。怎么写？林君平。起立的起。苏若愚。陈芳宇。王以山，请问同学，王雨怡，我上次跟你问路啊，我画了一张地图，孙权，你记不记得？问我吗？陈琳，你刚不说话，同学，陈琳，叮咚，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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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启罗同学，在问你话，你根本不回答，陈琳，
哇！哎，石老师怎么每次这么准啊？我看下午赌篮球，你找他去好了。准你个臭兵嘞！他明天是要 K 你的。是吗？我还以为他是要提醒你上课不要打瞌睡。喂，他在准你伸出那只淫荡魔掌，好不好？跟你讲，最好不要在课里面泡妞，小心你会被挡。他要挡我的名义可多了，更不差泡妞这一项，好不好？反正你就要对那篮球死心吧。嗯？你们怎么认识的？我高中那家同班，所以我很了。他那人怪怪的，一天到晚就只会画画，从来不会跟人家说半句话。而且他很讨厌男生，只要有男生碰到他，就像碰到什么脏东西一样。我记得我们班以前有一次土风的比赛，他也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样都不肯跟男生牵手哎。我们班多出一个男的，差一点整班都不能参加比赛，到最后还不是靠我自动退出。你看，现在看到还不是一样那个样子。他什么毛病啊？他可能有恐男症吧。恐什么？男性恐惧症，尤其是你这种会走路的生殖器官，最好不要靠近他。别别。大爷，你看，你看他学妹，正不正？正不正？这男童，快看一下，真的很正啊！走啦，快点啦！可不可以请韩启罗同学帮忙念一下这段范例呢？同学，拜托念大声一点好不好啊？到底有没有按时三餐吃饭？嗨 ，Hello, Miss Ant。Miss Ant， Ant 是什么意思啊 ？Ant 蚂蚁。哦。你过来一点，你再考一点。好了好了好了，换一个换一个。你们就只知道欺负自己的同学，好，那就换一个，就换一个。来，齐罗坐。好，就换一个嘛。有谁要自告奋勇的？齐美，你声音很大声嘛，来念一下。OK. It started out as a great adventure. I'd always wanted to go to Europe, Switzerland in particular. So when my friend Maggie decided to go back to her home in Scotland.I eagerly agreed to go with her. We planned to fly to Scotland and stay with Maggie's granny in Dunland. While in Scotland, we intended to get a job and earn a little extra money. After a few weeks, we traveled on to Switzerland. Just 22, I was excited to be getting out of my tiny Western Washington hometown. I was going to see the world.When we arrived at Granny's,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six people already staying in her small country house. That made rent for us. However, Granny warned us to watch our money because she didn't trust the cousin staying in the house. So, I carefully locked my purse. 谢谢老师，我念完了。好，谢谢赖启美同学帮我们念这段课文。刚刚第三行有一个 in particular.它是一个副词片语，他在强调说他特别喜欢瑞士这个国家。那当然呢，这个副词片语可以放。你画的地图后面的拇指图在我那边。Especially 这个。潘同学，怎么了吗？
你的咖啡。嗯，好，谢谢。排骨饭，两份。不怕等一下那幅画是你画的？你在画谁？喂，你再不说话，下次我就用舌头把你嘴巴打开哦。你为什么不把它扔掉？声音还不错，听吗？因为我对他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个好问题。所以答案是。因为他感动你，因为他让我想起，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妈妈，我看不如这样好了。田回家，同学，同学，田回家，还没，我要去美术教室。美术教室，刚刚我要去篮球场，我们同路哎，你美术社的啊？这边啊。你可不可以？停，快点啦，李大人已经到了。好了，我等一下就到了。天不浅了，那你等一下。只有这一些，这样就够了。我一定会还你哦，我把它变两倍还你。拜拜。
理现象。您快点啦！好啦，嗨了啦！吹吹吹！走，不是要快一点。看什么啊？哎，你看，在打篮球那几个男生长得还不错哎，尤其是那个高高还绑头发的男生，长得特别帅。而且你看他好可爱哦，还用粉红色的发圈呢。哦，又在赌篮球了。那个什么林和打野的，他们在一起真的什么都能赌哎。是哦，你认识他们哦？对不起，那你等一下，我一定会还你哦。我把它变两倍还你，这个现象。你叫我、啊、没事，你换你的，我只经过下来看一看。画得真好，跟石膏像一模一样。范老师什么时候变成美术社的顾问啊？鬼鬼祟祟干什么你、啊、鬼鬼祟祟不是啊，我是光明正大的走进来的啊。老师可能不知道，
后面还有一个专门下货的门是开着的，离我们篮球场很近。你不是美术社的，还在干什么？哦，原来不是美术社的就不能来美术教室啊。那好吧，我也来参加美术社好了。算了吧，你除了四肢发达还有什么画画的才华？这个不一定哦，搞不好我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吗？就像一个体贴人又好的英文老师，也会有对学生性骚的时候。你不要乱说话，我告你侮辱市长。是，不要这么急着对号入座嘛，我不过打个比方而已。干嘛？你想干什么？我想干嘛？我没有想要干嘛，我只是想削削铅笔罢了。我怎么可能会想拿它来划破老师那张斯文又正直的脸呢？你疯了！我懒得您救，找个被退学的家伙。这么快就认输了，真不好玩。你也真是笨。被人家乱摸了半天，也不会好好跟他敲一笔哦。不喜欢我，不喜欢就不要懦弱啊！懦弱是最没有用的，而且像你这样的表情，也只会让别人想对你做出更残忍的事。真是画哎！你是画那石膏像吗？Yes. 哇，火星？战神。战神。就是那个西岸人口中。血腥好战却又害怕失败的懦夫，不是应该长得很狰狞吗？他是战神没错，不过我听罗马人对他的形容不太一样。是吗？他们说 Mars 应该是身上穿着闪亮的盔甲，相貌堂堂，锐不可当，带领大家冲破悲剧的黑暗英雄。冲破悲剧的黑暗英雄，走了，快点。马上。早点回家。
没有，我已经帮你把它变两倍了。Thank you.